这么大，就工作人员跟我说爱奇艺寄了一个包裹给我，是我的生日礼物。没想到我生日礼物这么大，沉不沉啊？哦，挺沉的。怎么会是什么呢？这么大，会不会是箱子这么大？可是里面就只有一张很小的 VIP 卡，然后是给我终身的爱奇艺 VIP会员。嗯，啊，如果是的话是太棒了。好，咱们看一下。 The moment of truth. 看一下这是什么。我知道是什么东西了，看到了。哇，看一下卡片。 To Lawrence Wong, happy birthday to you. 爱奇艺 with you. Happy birthday from 爱奇艺。 很可爱的这个生日蛋糕，而且你看它这卡片的前面呢，其实是 Rich Boom Producer C， 看一下，哇，好沉的，哇，这是爱奇艺叫做 Producer C， 长得特别可爱。 我正好要搬了新家，然后这个就会在我的那个可能楼梯口，就特别好看。爱奇艺与我，爱奇艺 with you， 耶，好棒哦！感谢爱奇艺，我觉得这个很珍贵，真的非常感谢爱奇艺这么用心。因为呢，我其实人现在在马来西亚拍着爱奇艺的网剧，叫做《灵魂摆渡之南洋传说》。 那所以他们其实是把这个这么沉的这么大的一个箱子从，中国运到快递到马来西亚来，我拍摄现场的，所以真的非常非常感人。那么我现在呢，其实有一个新的身份，就是爱奇艺国际站 VIP 会员大使，所以能够以这个新身份收到这么有意义的礼物，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忘。感谢爱奇艺，耶！